老板你好，客官你好，请让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陈文祖，今年我32岁，我身高1米70公分，我体重63公斤，我家在台平省，我高中毕业，我结婚了，我去过台湾4年，我会认真工作。我会遵守规定，请老板给我机会。绩效好了，谢谢老板，谢谢。